那我们来说一下优缺点。优点599便宜，铝它是铝坨坨套件，再就是它有三模，那 gasket 套件有做到三模的其实不多见，再就是它是 gasket 嘛，那 gasket 是大部分人现在比较喜欢的结构。缺点呢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夹心棉它使用的是 EVA， 那相对来说 Poron 可能会更声音让更声音更纯粹一点，然后再就是它在打字的时候让我感觉不够稳固。PCB， 我觉得 PCB 就是一般般啦，就是没有到特别好。那如果说搭配 gasket 的话，或许开槽很吵，就是开那种很吵会让手感更好。那这就是它有一点共振的感觉，那可能可以做一些修正。那套一句话就是599还有什么自行车呢？这把我觉得适合的族群是你刚入门，然后你喜欢一个小配类的键盘，然后你又需要三模，你就非常适合它。你不会买它以后你觉得说，把它刮到什么心疼，就是它很适合入门的 一把套件。那我推荐它。那相同价位的话，我知道最近有老肖的那个67，但是老肖67，在外观底部上面设计被为人诟病嘛，那希望他下一次可以更漂亮。大致上就是这样。这把是二手的，朋友借我开箱做视频，那希望大家喜欢。OK。